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众等今日养成诸佛慈悲念力，诸大菩萨本誓愿力，说罪业报应，教化地狱经，一个见律，一心谛听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舍觉山中，与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眷属聚，夜于比丘比丘尼、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皆悉集会。尔时现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有地狱恶鬼畜生，贫富贵贱，种类若干，凡有众生闻佛说法，如孩子得母，如病得医，如裸得衣，如案得灯，世尊说法利益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尔时世尊观时已至，知诸菩萨劝请殷勤，即放眉间白毫相光，照于十方无量世界，地狱休息，苦痛安宁。尔时一切受罪众生，寻佛光明，来诣佛所，绕佛七匝，至心作礼，劝请世尊广宣道化，令诸众生得蒙解脱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我今至诚劝请诸佛亦复如是，愿诸众生同得解脱。相与至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劝请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愿以慈悲力救诸苦恼，令得安乐，皈依劝请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天佛，南无不退转轮成首佛，南无大兴光王佛，南无法种尊佛，南无日月灯明佛，南无须弥佛，南无大须弥佛，南无超出须弥佛，南无玉如须弥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围绕香薰佛，南无净光佛，南无法醉佛，南无香自在王佛，南无大吉佛，南无香光明佛，南无火光明佛，南无无量光明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大慈大悲，唯愿救拔一切苦恼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改往修来不复为恶，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三途。身口意净，不念人恶，离诸业障，得清净业，一切众邪不复能动，常行四等清净勇猛，执众德本，所为无量，舍身受身，恒生福地，念三途苦，
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修不习，六度四等，常得现前，三明六通，如意自在，出入游戏，诸佛境界，等与菩萨俱成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起怖畏心，起慈悲心，一心一意摄耳谛听。尔时世尊放眉间白毫相光，遍照六道一切众生。时性相菩萨为悯念诸众生故，即从坐起，前至佛所，无跪合掌白薄言：世尊，今有众生为诸狱卒错对斩身，从足至顶斩之才气，巧风吹活还复斩之，受此苦报，无有休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是等众生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知供养，不孝父母，行恶逆心，徒而窥快，斩害众生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顽痹，眉须堕落，举身红烂，鸟栖露宿，人迹断绝，亲族弃舍，人不喜见，如是恶报，名之赖病，以何因缘故得此罪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孝父母，破塔坏寺，剥夺道人，着摄圣贤，伤害师长，曾无反复，背恩忘义，常行苟犬，玷污所尊，不必亲疏，无有惭愧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长大，聋癌无足，婉转复行，为食泥土，以赐活命，为诸小虫之所暂时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为人自用，不信好言，不孝父母，为利反逆，或为地主，即作大臣，四政方伯，州郡令长，礼敬都护，视其威势，侵夺民物，无有道理，使民穷苦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两目失明，都无所见，或抵树木，或堕沟坑，于是死矣，更复受身，既得身矣，还复如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不信罪福，障佛光明，逢暗他眼，聋蔽众生，皮囊渗头，不得所见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我等亦可以作是罪，无名所缚，不自意知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于未来世方受苦报。今日至心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起丧求哀，惭愧改悔，以作之罪因忏除灭，未作之罪从今清净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开光明佛，南无月灯光佛，南无日月光佛，南无日月光明佛，南无火光明佛，南无极音佛，南无最威仪佛，南无光明尊佛，南无莲花君佛，南无莲花响佛，南无多宝佛，南无狮子吼佛，南无狮子鹰王佛，南无精进君佛，南无金刚踊跃佛，南无度一切缠绝众疑佛，南无宝大侍从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地利持勇佛，南无最踊跃佛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
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护整皆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为诸众生灭除地狱恶鬼畜生等业，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受诸恶报，令诸众生舍三途苦悉道至地，令得安稳究竟乐处，以大光明灭诸痴暗，广为分别甚深妙法，使得具足无上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一心谛听，现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简极音哑，口不能言，若有所说不能明了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诽谤三尊，轻毁圣道，论他好恶，求人长短，强污良善，增极贤人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腹大紧细，不能下食，坐有所食，变为脓血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偷盗众食，或为大会施设肴膳，此取麻米，贫处食之，迁徙己物，但贪他有，常行恶心，与人毒药，气息不通，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常为狱卒之所烧制，热铁贯身，铁钉钉之，钉之即气，自然火起，焚烧其身，其皆焦烂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作为真师，伤人身体，不能差病，狂他取物，令他痛苦，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常在货中，牛头阿旁，手捉铁叉，叉着货中，煮之令烂，还即吹火而复煮之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屠杀众生，汤罐灭毛，不可限量，以是恶业，故获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我等不知在何道中曾作如是无量恶业，于未来世方应具报，亦可即身应见此苦，简极音哑，口不能言，或腹大腹小紧，不能下食，人生何定？今日虽安，名亦难保，果报一来，不可得脱。一个人人觉悟此意，执心正念，莫负余想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。吾为今日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以受苦者当受苦者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自在王佛，南无无量音佛，南无定光明佛，南无宝光明佛，南无宝盖照空佛，南无妙宝佛，南无地床佛，南无梵床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殊胜佛，南无极音佛，南无金刚部精进佛，南无自在王神通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净月床称光明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无量床幡佛，南无无量幡佛，南无大光普照佛，南无宝床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仰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大悲救护一切受苦众生，以神通力灭除恶业，
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堕于苦处，得清净趣，得清净身，功德满足，不可穷尽，舍身受身，恒值诸佛，同诸菩萨，具登正觉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崇加心力，摄耳谛听，信向菩萨白薄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在火尘中，唐威其心，四门虽开，道则自闭，东西驰走，不能得出，为火烧尽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焚烧山泽，决策皮池，火炮击子，使诸众生相危而死，以是因缘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常在雪山，寒风所吹，皮肉剥裂，求死不得，求生不得，苦毒万端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恨道作贼，剥夺人衣，以自滋养，冬月龙寒，裸他冻死，劈剥牛羊，苦痛难忍，以是因缘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常在刀山剑树之上，若有所捉，即便割伤，肢节断坏，痛毒心酸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宰杀为业，烹害众生，屠割剥裂，骨肉分离，头脚心散，悬于高阁，称量而卖，祸复生旋，痛不可忍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五根不具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被鹰走狗，弹射鸟兽，或破其头，或断其足，生灭其翼，使受痛苦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大可怖畏，相与至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五味十方，一切众生，以受苦者当受苦者，皈依世间，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光佛，南无宝王佛，南无树根花王佛，南无唯位庄严佛，南无开化菩萨佛，南无见无恐惧佛，南无一乘度佛，南无德内丰严王佛，南无金刚坚强消伏坏散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宝月光明佛，南无贤罪佛，南无宝莲花布佛，南无坏魔罗网毒布佛，南无狮子吼力佛，南无悲精进佛，南无金宝光明佛，南无无量尊丰佛，南无无量尊离垢王佛，南无得首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拔十方一切众生，令现受苦者即得解脱，当受苦者毕竟断除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除三障业，灭五部位，功德智慧，具足庄严，摄取一切众生，同共回向无上菩提，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重复增道，一心谛听，信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，缘臂背楼，腰宽不随，脚跛手折，不能行步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为人惨客，行道安枪，施舍义谨，现罪众生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
富有众生，为诸狱卒，直系其身，家恒苦厄，不能得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往补众生，笼系六处，或为宰主令长，贪取名物，妄系良善，愿速无所，以是恶业，故获私罪。富有众生，或癫或痴，或狂或癌，不别好丑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饮酒醉乱，犯三十六施，后得持身，犹如罪人，不别尊卑，以是恶业，故获私罪。富有众生，其形短小，阴脏甚大，管之生皮，被服禁饮，行住坐卧，以之为房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持身贩卖，自欲己物，毁他财宝，巧弄升斗，捻秤前后，以十二业，故获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大可不畏，相与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为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，当受苦一切众生，乃至六道现受当受一切众生，又为父母师长、信师谈悦、善恶之事，广及十方一切众生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数精进心丰佛，南无无言胜佛，南无无余丰佛，南无月音丰佛，南无无意光丰佛，南无逆空光明佛，南无最清净无量般佛，南无好地主为王佛，南无成就一切诸刹丰佛，南无尽慧德丰佛，南无净轮番佛，南无琉璃光最丰佛，南无宝德不佛，南无最清净德宝住佛，南无度宝光明塔佛，南无无量惭愧金罪丰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众等今日养成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，为其祈丧，求哀忏悔，以受苦者，以佛菩萨大慈悲力，令其解脱。为受苦者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离八难苦，受八福身，得诸善根，成就平等，具足智慧，清净自在，同与如来俱登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继黑奴及女权意识抬头后，近年来物种平权意识也逐渐昂首，透过游行、网路、电影、广告等媒介，让人开始正视动物在这个世代所受到的迫害。英国动物之家即透过广告呼吁动物对人的爱没有品种之分，人对动物的爱又能否跨越品种的框架，以领养代替购买。在车水马龙之间，当你只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，辛苦的工作，冷漠的人群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也逐渐失去笑容。
但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中，总会有一个热情的迎接。纵使他不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对他来说，他在乎的是主人回来了。狗狗单纯而无条件的爱你，对他而言，你就是全世界。Unconditional love， 无条件的爱，这是英国动物之家想借由这支影片所表达的概念，呼吁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。当动物可以无私地去展露它的爱，而我们又何尝做不到呢？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